通过了市区再过去，就是两位好友亲手之地，依旧未知，未知今日是否有变。经依旧，人依旧，夜里长谈情悠悠。好友一天红心就是一腔情吧，是好友不限定相应。万事求音，古今也是这般消息，独笑一人，难免悲天凄凉。魏虎亭在满目粉红景色之中，忽然飘出一串灯火，寒鸦迎新上了屋，生如虎，死如虎。营销一点不限定，我虽青春时候一条必须信仰多风之来，究竟何有夜风挑剑不限定，究竟何有有所依。为何不见另一位好友灵剑过目阮八风？虽来未长，灵剑过目既是今年往事，吾愿问吉祥。你看见那片照片吗？那是阮八风毕生钟爱之剑，无错，这是旧风，怎会不入壁中？何有绝未容许这样做？你错了，旧风是被阮八风自己插入这片旧壁当中，因为伊已经看出了剑之极限，伊认为剑技无从可学。因此将他放入壁中，从此不再用剑。咱拢明白阮八风的个性，伊的怪不止表现在伊的人与剑，也反映在伊的剑术造诣之奇高绝怪。这我认同，只是在绝高处名人弃剑，却是令人料想未及。难怪木心丁伊会做咁凄凉，阮八风乖乖乖，但以他论剑，总是另有感想。就算只是一个眼神，也令使人参透伊剑意，那也要相当的修为。或者眼神也只是眼神，红论剑意。何有？你这话是咧轻松吗？会呀，若说阮八风怪中求剑，那无限定便是暗中求功，随时高下，见仁见智。讲到这句，我感觉好友是有求而来。是，不瞒你说，我本希望两位好友能一同各着天剑之称，为天下重生尽一份的心力。天剑重生，事情是真。原来天剑看起今日武林祸害，死神之尊王。正因如此，郭律师已受其喷扫，只为找出最有能力手持天剑之人，担当替别死神之重称。是，就归问万色秋阴之后，我本无意江湖，但看好有位此事有重，目前定又不忍心。好吧，我
答应参与天监之争，所行之后，我也是归隐之心。感谢护佑文言相中，总算不是此行。若非阮伯鸿及弃监离去，否则天监之争亦必是十分的兴趣。也是以监之恩分至亲，如今又是另一番罪过。